大家的心情一定是非笔墨的形容。这个型的实业组的人，都他们进来就是同一样东西，就是要他们放下身段。自己人呀，做自己，回忆中多少风和雨，走过坎坷来时路，全凭虔诚和毅力。自己人呀，唱自己，佛陀供在心坎里，大家一起来行善，慈悲天地最美丽。去哪里才能找到真善美？真善美就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静思静舍在吉隆坡静思堂举办慈善演唱会，为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筹募建校基金。学校嘛，就是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的主人翁。那我非常非常的愿意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首歌曲。慈善演唱会由实业家志工团队来筹办，透过音乐来募集众人善心。江梦蕾歌星现在支持慈济，还有这个爱心，所以我们感觉呢，来这边不只要看江梦蕾的歌声，而也来支持这个慈济这个活动。我觉得大家应该出力出钱来 support 这个 fund， 给这个学校尽快建好。其实这是为了教育，因为教师很重要。慈济的创办人正言上人常说，未来的希望在孩子，孩子的希望在教育。可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深深的知道，办教育是一条非常艰辛困难的路，唯有结合你我他众人的力量，让牵手来牵手，才能够打造一个牵手世界，才能实现我们的大愿。我们教育呢，就是要有教育的人文，告诉人家爱人生的方向价值。我们是要为家庭为社会找希望，为社会国家培育人才。长子回头只是岸，他梦负人几千。好像今天真的是很感动了，因为我看到一早我七点半就来了嘛，我就看到很多很多volunteer就在这边了。是说不出